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良心经济节目，我是主持人陈露。那么在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每一个成功的项目背后都经历着同样的艰辛和坚持。2015年创业热潮兴起的同时，也有千万个创业者项目化为泡沫。作为一名财经主持，采访业界大佬多年，我敏锐地嗅到了那些创业失败很大的问题出在少资源少经验，更不知道去哪里学习上。作为媒体人，我一边考察着创业者项目的真实性，一边将需要帮助的创业小伙伴聚在一起进行分享学习。本来只是一名专业主持人的我，慢慢我也开始像一个创业者。创客3000，它是一个互帮互助、共建共享的社群。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进步，通过创业伙伴们之间的学习、思考加分享的模式，并通过实战来总结自己，同时给其他伙伴分享干货。创业者千千万，孤独的勇士值得敬佩，但抱团学习才能在激烈的商战中活下。我始终坚持着公益事业万万不能和钱沾边儿。如果是为了赚钱来帮助创业者，这就违背了我的初心。我们做了大量的免费服务和帮助，当然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们主动提供帮助给我们，真心的感谢他们。3年的时间，由最开始帮助100个人的目标，一步步走到成都影响力和知名度都较大的创业社群。这一路走来，虽没有经历大风大浪的挫折，但是小问题源源不断。3年近400人的加入，并非人人来就可以。我们需要寻找的是有品、有才、有趣、有缘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需要大众评审团审核的制度，在保证社群里面创业项目安全的条件下加入创客3000。我的目标也从最初的帮助100人变为现在的400人，再到未来的3000人。我知道这个过程会需要更久，我始终坚信小小的善，只要努力，一样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哎，陆姐，你来了！哎，我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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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你盼来了，往里面坐嘛。哎，好好好，哎，来，好嘞，坐哪边？哎，系统，上次我来的时候才几个人，这次我看外面坐了好多人了。现在有20多个人了。哎呦，那不错，坐得好，坐得好，坐得好。我觉得今天过来感受还是觉得很不一样啊！你看你们这个上次才2个人，这才3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现在20多个团队，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发展比较快，然后很多都是我们群里的客户。然后哪些小伙伴现在是在这边跟你们有合作的？有他们做奶茶的那个高涛。哦哦。然后做旅游的毛天成。哦，对。对，然后还有做火锅的孟超。哦。对。然后还有修东啊、骑兵啊，都有给我们介绍客户。富强的话呢，是我们的渠道商。哦，那挺好的，就是经常给我们介绍客户，就是足够出群就能够这个把什么事儿都给办了，这就特别好的。对对对，就是真的，以后还会有更多客户。对，我们也我也是群里他们其他的一些的客户啊，他们有时候在群里发我，我也会经常他们那里消费。我加入这个创客3000这个群以后，我个人觉得我在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结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成交了很多的客户，我也愿意在里面去寻找我的合作伙伴。加入之前是没有什么认识，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加入过任何这个社群，那么加入过后这个倒是有很大的认识，这个感觉这个确实是一个这个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切切实实在帮扶这些创客的这个样这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社群。未来我们会采取在垂直领域小步快走的模式，时代追逐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帮助他们让创业者看到希望的样子。创客3000让大家在价值观高度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各种可能性，
最终你会感受到这里的温度与难得。我是创客三千成员朱成果。我是创客三千成员尚淼淼。我是创客三千的成员张龙。我才加入创客三千3个月时间，但我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创客三千的温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创客三千这一路见证了我的成长，我想我现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加入创客三千1年多的时间，在创客三千结识了非常多的创业者，我们为创客三千的伙伴节省了数十万的服务费，同时也有数十位的创客成为活标的合作伙伴。创客三千的核心价值观，互帮互助，共建共享，携手成长，欢迎你的加入。对于正在创业的年轻的小伙伴，有两句话想说，第一要多读书，第二要多和真正能够帮助到你的同样的创业者们进行交流，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经验，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你。创客三千社区它不是属于任何人个人的，但它同时又是属于每一位创业者的。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互相帮助，互相的贡献，那么才有了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创业。